主料，鹌鹑蛋300克，海盐600克，辅料，花椒、香叶、趴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粗海盐2包，鹌鹑蛋400克，洗净控水，香料若干，盐其实可以更多点哈。所有香料放入锅内炒香，就干炒，不要油。香料炒香以后，倒入粗盐翻炒至温度升高，发出噼啪的声音，把炒热的盐拨到一边，放入干燥的鹌鹑蛋在中间，用盐把鹌鹑蛋尽可能多的埋起来，转最小火，盖上锅盖焖10分钟。10分钟以后，把鹌鹑蛋取出放2包壳就可以吃了。烹饪技巧，盐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多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